食在四川，味在自贡。真正为大家分享一道我店里面一直销量很好的主打菜之一——剁蒜烧鳝鱼。杀好的鳝鱼砍成这么长的鳝段，切好成碗里，把黄鳝简单清洗一下，洗去血水。做这个菜一定要菜籽油和猪油的混合油，加点盐，防止粘锅。进入油温杀鳝鱼，下锅后先不要动它，定型后轻轻推动，下入剁蒜、青红花椒、八角大料炒香，加入酸菜，炒到鳝鱼呈虎皮状，剁蒜金黄色，这时候下泡椒、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加姜米、小米辣碎，炒出辣味，加半瓶啤酒，一勺水，老汁儿，盐，烧开后转小火微煮八分钟，八分钟后加黄瓜、鸡精、味精、黑糖，再大火收汁收两分钟，加小米辣可可、金辣椒可可、姜丝，二锅前左脚锅边处花椒油，起锅装盘。这道招牌菜剁蒜烧鳝鱼就为大家做好了，肉质软嫩，味道鲜美，川味十足，做法也简单，都学会了吗？观众你想吃啥子，记得告诉我，我来给你做。